各位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提到学习也要胜于死。任何事情在一开始的状态，对于往后的发展有着相当决定性的影响。俗话又说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那有正确的学习心态方法，对学习的效果、成就的高低，也是相当啊，我们应该注意的。学习首要的重要态度啊，要立志。学贵立志。那当我们读书人都能接受四书五经的熏陶，而在四书五经当中都有期许我们，要当啊古今完人，要当天地人三才。人应该把天地之德表演出来。那因为我们从小缺乏接受这些经典的熏陶，而在功利主义之下，又往往被物质的诱惑所袭染，那就很难呢，有远大的志向。所谓读书自在圣贤，这也都是先入为主的态度。假如我们从小跟孩子讲，你考了大学以后每个月可以赚多少，当医生、当律师可以赚多少，那孩子他的读书目的只在名利还有享受的追逐当中。诸位朋友，现在100个年轻人，有几个人的志向是要利国、利民、利家呢？这个比例越来越少啊！我们不能责怪小孩了，因为根源于从小的思想观念引导不对。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女儿到超市买东西，遇到了一位朋友，他的女儿4岁。朋友看到这个小女孩，跟她打完招呼，就对小女孩说："你怎么没去念书啊？"小女孩转过头来问她妈妈。妈妈，为什么要念书啊？你看哦，您的孩子有没有曾经问过你这个问题啊？我们当时又是怎么答的呢？那一位阿姨马上对小朋友说："因为读书可以赚大钱。"先入为主哦，
现在叫做千钧一发之际，假如他就这样认知了，那人生就在金钱的追逐了。他的母亲跟这位阿姨用眼睛示意了一下，叫他不要再讲了，然后蹲下来对着他女儿说道，他说，女儿啊，读书是为了要学本事，学本事以后才能服务于人群，这个社会啊，是个互助之体，社会国家者，互助之体也。生活的目的，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。而这对他人着想的态度，一定是首先利益家庭，再延伸到利益人群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不知道已经背过多少次了，不得受用，太可惜了。这么好的句子，生命的意义，在创造宇宙，记起之生命，承先启后，什么是宇宙记起的生命啊？是你的下一代，是你的学生，是你身边所有的晚辈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怀爱护的，这是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所在啊，相当正确的人生态度。所以就告诉他的女儿，是要学本事，要服务于这个社会。接着母亲也很善交，她就跟女儿说，刚刚我们到超市里面去买馒头，这叔叔为什么可以卖我们馒头？因为他有本事，他会做馒头，那我们有了馒头就不会肚子饿。我们也很感谢叔叔用他的本事帮助我们，那我们要表达一份感激之情。那你能不能把你的娃娃熊送给叔叔啊？可不可以把你的机器猫送给叔叔？你的叔叔不大需要啊。好，我们表达感激之情，所以拿钱谢谢叔叔，而叔叔可以拿这些钱再去买他需要的东西。把社会是一个互助之体，服务的本质啊，把它彰显出来。现在不是这样的价值观啊，现在的社会都是汲汲于名利追逐，忘记了人的厚道。你看，下了这么多天大雨，多少人利用这个水灾的机会干什么？赚钱啊，哄抬物价，种菜是要利益人的生活，
不是拿来哄抬物价，因为人的价值观都已经偏颇了，我们会看到太多偏差的行为在我们的社会上演。那时我还在高雄的时候，常常到一家商店买东西，他叫李仁。你看取这名字多好，李仁为美啊，则不处人焉得志。一个乡里里面人人都有仁厚之心，这个地方太美了。一个人就要选择有仁厚之心的地方居住，你才会增长德行。而这一家商店从来不哄抬物价，台风天来了，菜钱该是15块就是15块，该是20块就是20块，绝对不赚这种灾难钱。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商店，都在把一个最重要的本质演出来，就是德行啊。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教育啊，包罗万象，真是多元发展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上了，但是就缺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缺什么？缺德啦。叫什么教育？缺德教育。诸位朋友，有再好的才华，只要没有这个德，麻烦啊。医生无德，殃及病人；老师无德，贻害子孙，断人慧命；律师法官无德，天下没有公平；警察人员无德，人心惶惶啊。任何一个行业无德，这社会岂有安宁可言？我们一直在注重专业能力的提升，却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源头，德行啊。这轻重缓急，值得我们三思三思啊。而这些现象都已经呈现出来了，为什么我们还不醒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不见棺材啊，不掉泪啊。一定要我们的孩子真正出了大状况了，我们才会醒过来说啊，德行最重要。人很可怜，没有理智，没有判断力，一定要把人生搞得很难收拾的，他才醒。刚好有一次，警察学校请我去演讲，在这一年多以来啊，哪里有请啊，我就去哪里讲。也去过监狱，也去过警官学校，也去过乡间小道，还有一次演讲的时候是在一棵大树下，那棵大树底下可以坐100个人，还很凉快。
是当地的海南人，我讲一句，镇长要翻译一句，讲个笑话要30秒以后才会笑，这种场面我都看过了。而我看到那棵大树啊，肃然起敬。诸位朋友，这一棵大树庇荫着千万个子孙啊，都可以来这里乘凉。我们可以庇荫多少子孙啊？还是我们现在的思想根本就在残害我们的子孙啊？可不要人不如树啊，这树的学问太大了，可以讲一节课都讲不完。您看看那一棵树，你不要看它树荫这么大哦，一棵大树的盘根错节所涵盖的范围比它的树荫还大，但是你看不到。一个人事业能够长久发展而不坠，是他的地基呀，扎得稳呐。而人往往看到的是外在的繁茂兴荣，却看不到他私底下从小的家教，私底下扎的那个德行的根基所在。要让孩子这一生如这棵大树一样茁壮，一样茂盛，第一个步骤是把根扎牢啊。当然在目前这个施教施圣贤教诲已经二到三代的时候啊，骂任何人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诸位朋友，我们圣教断了两三代，你看谁很不顺眼吗？你有在责怪谁吗？很多人会骂哦，你看那五四运动，很多年轻人把白话文把那个文言文废了，这个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，整个人伦关系都摧毁掉了，父亲告儿子，儿子告父亲，父子相残。诸位朋友，这个叫导火线啊，这不是真相。要看到真相，你要冷静下来。摧毁文言文的人不是罪魁祸首啊，他是导火线，他也是受害者之一啊。为什么对一个这么好的东西产生这么大的敌对？来自于他不了解啊。他了解了，他保护都来不及了，干嘛摧毁？请问他那个误会，他那个怨气的源头在哪里？重要啊，人要把它找出来。今天林则徐烧鸦片，是因为林则徐烧鸦片英法才跟中国人起冲突吗？那也是导火线，根源在于英法长期对中国人的欺侮，而且都卖鸦片来，根本都要把中国人搞成东亚病夫了。林则徐烧鸦片的时候没有环境污染，他不是放一把火烧掉哦，他运用了物理原理，用石灰还有很多方法让它自然闷烧，没造成污染。智慧多高啊，
他读古书的，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动力，只要利益人民，什么方法我都要把它想出来。林则徐晚年被调到西北一带，甘肃新疆一带，林则徐发明的水利工程坎儿井啊，现在还在用。读古书的人，只要利益人民，他可以宵衣干食啊，他可以日夜努力不懈。你现在去哪里找这种人？现在的人动力所在都是我能多赚多少钱，那个潜能有限啊。当初英法联军到了中国来，东南沿海先经过了，不打。为什么不打？因为林则徐戍守东南沿海，他不敢打啦。绕过去以后，从北方进来打，威胁到北京啊，北京赶快把林则徐撤掉了。这么一撤掉，人心涣散，不用忠诚，慢慢就败下来。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导火线，而不是真正的根源所在。真正的根源在一两百年来，读书人说跟做不一样啊，说一套做一套。其他的人为了名闻利养，人家的气氛不高啊，读书人口号喊这么高，其实不都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，为了自己的官位而已吗？又不为人民谋福利，慢慢那一股怨气啊开始酝酿了，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。因为每一个读书人代表着中国圣贤教诲，你一般的人民怎么去了解中国文化？你叫他直接拿四书来看吗？这四书还得读书人来讲经讲解啊。当对读书人的行持都已经产生厌恶，他怎么可能去了解中国文化？我在海口，因为我有一个习惯，到一个地方先去了解当地有什么圣哲人。海口有一位清官叫海瑞，诸位朋友听过海瑞罢官吧？一生非常的清廉耿直。我走进海瑞墓，看到海瑞写的两行字，海瑞的书法写得非常的好，粉身碎骨全不顾，只留清白在人间。你看那一股浩然之气鼎立在天地不坠啊。当我看到这一幅对联啊，我们自己啊把它加了一句话，用同样的精神来期许自己，粉身碎骨全不顾，只留正法在人间。我们要善学古圣先贤的精神，这一生
你要留下什么？自己心里啊，时时要有数，要清楚。当我看到海瑞医生的报告，画着一幅一幅的画在说明，给我非常多的启示。当我看到前面几幅画，画着一幅海瑞家大门的情景，海瑞家大门走进去有一副对联：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诸位朋友，这一句是谁的名言呢？范仲淹。我在朝廷之上，为了国君，为了天下的安危，尽心尽力。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啊，不只影响了宋代啊，也影响了几百年之后明朝的海瑞。这范仲淹的生命无限的延长，海瑞一生起起伏伏，因为明朝末年宦官当政，常常被进谗言，然后被贬，后来政治又衰败下来，又不得不请他出马，就这样几度沉浮。但是读书人不被禁转，是树富贵行乎富贵，树贫贱可以行乎贫贱，贫不怨天不由人。在海瑞晚年又请他到南京担任非常重要的官职，就在他上任以前呢，当地所有贪官、当地的恶霸，通通溜之大吉。他知道海瑞来了，他绝对没有好日子过，绝对不能继续猖獗下去。当海瑞在这个任上去世了，在乱世之中，人民的心中多么渴望有忠臣、有清官、有真正爱人民的父母官。当海瑞的灵柩要移回海口，整个南京的人民穿着校服，万人空巷，如上考妣，就好像死了亲生的父母一样，替海瑞送终。假如每一个读书人都能把圣贤教诲做出来，都能像海瑞一样的行持，请问有人会来把文言文废掉吗？有人会来排斥中国文化吗？真正的因还在读圣贤书人的身上啊。从这里我们就理解到儒家最重要的一句教诲：行有不得啊，反求诸己。我们看到孩子一些思想的偏颇，
根源还在我们没有正确的引导啊。所以立志要做一个好的炎黄子孙，我们现在只要长期接受经典教诲的孩子，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，你读书的目的在哪？绝对只有一个答案，做圣做贤，胜于死啊。诸位朋友，我们除了要做好的炎黄子孙，还要立什么志向？看着风雨这么大，医报随着政报转，水灾的政报是什么？贪心啊。当一个社会大半的追求都在名在利，这是贪婪的心啊。不把原因找出来，不可能解决问题啊。当初921大地震前夕，八月底，我到了南投民间乡，上了三四天的课。有一天课余的时间，我站在一个山坡地上，高度不高，我往下一望，遍地都是槟榔树啊。看到这个景象，我们想到了什么？现在下起雨来，几百条公路土石流，我们急着去抢救，救得完吗？你不从源头解决，只会疲于奔命啊。种那么多槟榔为了赚钱，只要我钱能够拿到了，我管不了这么多。原始的森林地可以乱砍啊，这么一砍，水土保持破坏掉了。这么一砍，921大地震一来，所有的土地都松掉了。当两年前种着槟榔的人在那里算着钞票，能想得到两年之后他们全家会埋在土壤之下吗？当初921有几座山都怎么样夷平啊，绝者为因，泥者为果，迷惑的人欲令自迷啊，利令自昏啊。921的教训给了我们多久的反省啊？我看撑不了两个月啊。现在种槟榔的状况应该是有增无减，从一个槟榔叶
再延伸到各个行业，不都是往汲汲营营的名利吗？贪心遭水灾啊。坐在车上看着槟榔的行业，看着一个一个摊位，我们非常的心痛啊。这一些十多岁的女孩，我们这个社会，我们这个家庭，又给了她什么教育啊？而这一个一个的摊位，又给了社会风气什么影响？父母何在啊？老师何在？这个社会的公道何在？父母官何在啊？这社会的沉沦是一天一天在加剧。这么重要的工作，谁看到了？大半的人都在追逐名利，谁想到了后代子孙啊？面对现在的状况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：国家兴亡啊，匹夫有责。因为啊，不管情况如何恶化，我们都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是榜样太少了，换不回。只要榜样多了，谁愿意自甘堕落？谁愿意茫茫一生啊？我们站稳脚跟，立定方向，从当下做起。好，好的炎黄子孙。我们现在了解很多高中、国中的文言文慢慢减少了。使不得啊！这些文言文的背后是代表几千年的智慧，我们不让子孙学智慧，要学什么啊？还继续给他学个小猫叫、小狗跳？我的书包里有书也有笔，我有三本书，还有两支笔。他这个黄金岁月一目十行的时候，你教他那个他本来就会讲的话。当然我们不能怪谁了，要怪我自己啊，不能把中国文化的价值赶快宣扬，因为我已经耽搁了30年我才开始做。因为了解不深，我们从头做起。好的炎黄子孙，我们先承再传。来，你还要立志做什么？昨天有一位朋友问得很好，如何引导孩子立志？你要引导孩子立志，首先你自己要有对的志向。诸位朋友，你现在人生还有立什么志？没有志啊。敦伦敬分叫立志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尽什么本分？要做到好的什么？
啊？你们都没有本分要进的。好什么？哦，好父母。我差点就要掉眼泪了。不过啊，在这个世间，有两种人最好骗，一个是父母，一个是老师。只要有一个学生说我有得利益，他就说到嘴巴全部都没关系、哦、好父母，再来、哦、好老师。我们昨天也提到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你有学为人师的风范，你就是一个好老师，你随时在影响周遭的人群。再来还要演什么、哦、好儿女。诸位朋友，边写你要边随文入观哦。好父母，怎么做好父母？好老师，怎么做好老师？好儿女，怎么做好儿女？你想到好儿女，要想到冬则温，夏则静，晨则省，昏则定，出必顾，反必面，亲所好，力为君。要想到这些，要全权福音放在心上，时刻都可以提得起来。来，还有没有？好学生，这个好学生太重要了。一个人要当好老师，首先一定要是一个好学生。当不好学生的本分，又怎么谈得上教学呢？你教学的目的不就是要让人知道如何当好学生吗？这叫君子务本，当一个好学生才能当一个好老师。好，再来，好弟子也算是好学生的范畴之内。哦，好朋友，来，这一个朋友，来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朋友可以教，你看他把朋友排在多么重要的位置。好，再来。啊？哦，好妻子，好，这个好妻子、好丈夫都会排在后面。啊，还有没有哪个角色？哦，好媳妇一定排在最后面。这个社会欠公平。下面还要再加一个，我们女婿称为半子，不过做人要甘愿，不要做半子，要做全子。要就要做的爱做有气，要让你的岳父丈母娘觉得，哎呀，多了这个女婿比多了一个儿子更宝贵。我有一位好同学、好兄弟，跟我已经20多年交情，从小学5年级就是同学。他为人非常忠厚老实。后来他娶了太太以后，他的岳父啊就是这么说的。你看，你能做成这么好的女婿，你在你的岳父丈母娘的心中，还有在你的太太心中，是多么的有价值。我们从这一个励志的顺序，又可以体会到一个重点：最难的东西都排在后面，
但是求学问不可以这样，求学问就要从最难处怎么样下手，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课题。本来就会的没什么好学的，就像我这一辈子就知道我要来学什么，就是要明白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。我从小学就知道了，哦，不是啊，这句话是几年前知道的，但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得，面对刚进入这条路，不可以往后退，这一辈子一定要把它冲过去。这位朋友，你这一辈子最大的课题是哪一条？知不知道了？不知道哦。人不能活得不明不白啊。有一本书叫《前世今生》，这些西方催眠的书，它证实了轮回的存在。其中有提到，有一个人轮回了八十几世。八十几世多久的时间啊？几千年啊！只要学一个人生态度都没学好，八十几世重复来学。诸位朋友，放下执着重要，突破自己重要，要从最难的地方下手。你们有没有在发抖？好。有一个朋友，他在看香港那四十片幸福人生讲座，看到一半很激动，是一个妇女，她马上站起来对着自己讲，连做人都做不好还修什么佛。之后出去买了一些蔬菜水果，赶到了她婆婆家去探望她的婆婆。你看，从最难处怎么样下手，不然你每天在那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然后挂号婆婆除外，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。人生最大的悲就是自欺欺人啊。诸位朋友，这一生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，不要再错过了。这一生一定要突破自己啊最难的地方，把它突破了，你这一生就成就了。那什么时候突破呢？越早越好，心上了无挂碍，清净平等慈悲是一切人，你当下就可以游步三界，无所挂碍，然后开示正道，度位度者。开示什么正道？我告诉你婆媳相处之道，我告诉你夫妇相处之道，去把人最执着不能突破的点啊引导出来。好，看很多人的脸都非常的沉重。在一念之间啊，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要立定的志向。你不要看到这些志向逃到容易呢，任何一个时刻，不管哪一位亲友来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都真诚亲近平等正觉慈悲的对待，
等待他离开了以后，你就要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。这个叫进来不惧，进去不留，要能内守沉静，外顺人行。时时关照自己的心有没有真诚恭敬，一有偏颇赶快调整，不要那个话都骂完了才来内守沉静，那种没护期啊，当场察觉自己的心有偏颇了，修正，外顺人情，人情不要当硬碰硬去撞啊，对谁都没好处。一个人为什么不能顺人情？因为他心中有贪着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控制，有占有。你这些都放下了，你一定可以顺着人情。而在这个顺人情的过程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是为了对方想，而不是姑息养奸哦。学贵立志，我们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：人生自古啊，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第一句大家都非常的肯定，没有人可以免一死。在这短暂的几十年岁月，我们要留下些什么？要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丹是赤红的意思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真心。汗青，诸位朋友，什么是汗青？史册、历史。好，诸位同学，汗青是史册，要背起来，期中考会考两分。你会尊敬文天祥吗？赵汉卿，文天祥用他的忠诚造了千古的历史，我们也要用一份真心造历史啊。造谁的历史啊？这位朋友，造谁的啊？哇，这一届的水准特别高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人要能不欺己，才能不欺人，要对得起自己，才能对得起别人。首先要自爱，才能爱人，先要对得起自己的人生。诸位朋友，回首来时路，您曾经有一段三年的岁月走过以后，你回头一看，觉得非常的安慰，觉得太有价值了，没有白走的举手，很多哈。好，请放下。
假如我们的人生还没有那三年，好像每一段都有点白走了，那要赶快立志，赶快调整方向啊。好，除了要照自己的历史，还要照谁的历史？啊，还要在谁的历史当中写下你的真心、挚爱、挚情？你们怎么都不动了？哈，在谁的历史？啊？你们要突破自己，虽然雨声很大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丹田发音。在谁的人生写历史？在你的父母，在你的老师的人生，在你儿女、学生、朋友、妻子、丈夫、媳妇、女婿，还有一切有缘人的生命当中，写下你的历史，写下你的真诚，写下你的慈悲，写下你的智慧啊！让你的孩子20多岁出了社会，跟别的朋友一比较，哎呀，这些朋友怎么连做人的根本，连生活的能力都没有？我这一生就是遇到了这么好的父母，才有这么健全的人格，做人处事的能力。你对得起你的孩子啊，你的孩子一辈子都感恩你啊，你这一段历史没有白写。在我们父母的人生历史当中，写下了一段，我这一辈子啊，最安慰的事，就是生了这个女儿，就是养了这个儿子，让我这一生觉得不枉此行啊，让我觉得非常的光荣。这是在我们父母的人生当中，让他倍感安慰啊。再来，在我们丈夫妻子的人生，也要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。这位朋友，你写了没有？要让你的先生走到外面去，告诉他的朋友，我这一辈子只做对了一件事，就是娶对了这个老婆。他要叫相夫教子，告诉我，你对你妈妈不够好，要有孝心一点，你对孩子不够用心，我们要以身作则。哎呀，娶对了一个老婆，一辈子都旺起来，听说可以旺三代。让你的妻子走到外面，我这一生就是遇到了这么好的丈夫，我的人生才走向幸福美满。好，让我们的学生人生当中留下了一页，我的人生就是遇到了这一位老师，才改变了一生的方向。让我们的告别式，人生要想远一点嘛，有1000多个学生来缅怀，来感念你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好，这一节课上到这边，谢谢。